耶、，Hello， 我是 Leo 廖仁帅，然后今天要跟大家推荐是这一款帽夹，然后这款帽夹很酷的是，有没有？它侧边会看到这个链子会外露，但这不是最酷的，最酷的是我们把帽绳的概念变成了这个金属链，然后你把这个帽夹拉链拉起来，然后有看到这两个链子呢，这两个链子就可以把它扣起来，扣起来就变成。像讲嘻哈的项链哟，好不好？当你很想嘻哈的时候，就把它扣起来。那如果你不想要那么嘻哈的时候，你把它打开，它就是正常的帽绳，只是它变成金属帽绳。但如果你真的觉得这太高调，就把它整个抽出来。耶！哎，为什么换了一个场景？因为这个人，因为这个胖妞。他把我档案，因为那个胖妞把档案删掉，所以我现在要重拍，所以背景能换了啊。反正就是这个金链子拆下来，好不好？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外套。然后这拆下来，你也可以让它变成单独的一个项链，也是没问题的。但拆下来以后呢，你也可以换上这个比较低调的帽绳。然后这个帽绳也有其他功能，例如说，你可以把它拆掉，整个都把它拆下来。这个帽绳整个拆下来，它就变成一个像这样的东西，就把它卷在手上，卷在手上。为什么呢？例如说，你就可以偷偷，如果有人把你档案删掉的话，你就可以偷偷潜入他后面，然后用这个帽绳勒他脖子，好不好？把他勒死。好啦，那如果被警察抓到，也不要说是我教你们的。那以上就是这个 Outer Space 的一个帽夹的一个多功能的用处。Peace。